哎，老胡，哎，先说你一个题了。嗨，那不是小事情。这次竞争挺激烈。竞争激烈呢？哪次竞争不激烈？那就看你想不想了。妈呀！晚上我请吃饭。哎，好嘞，就等你这局了。世上没有离不开的柴，只有在断不放里的福。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，只有那些不想做的人。不去拼搏梦想难实现，不去做成功就不出现。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，上可能处处是陷阱。如果想要成为人上人，就要学会先做人下人。哪有哪份工作能够从来不辛苦，没有人能一直享清福。你能经历多少的困苦，决定你能享受多少。没有人会为我们的未来买单，我们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。你要么努力向上爬，要么就烂在社会最底层的泥淖里。世上没有离不开的柴，只有在断不放里的福。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，那些不想做的人，不去拼搏，梦想难实现。